看这个啊！哎，真的，那你回头跑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突然想到，咱们还没有好好的进游乐园玩一次，所以今天什么乱七八糟都不要想，就好好的玩一次，行吗？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走吧！走啊！这可能是我看过最黑的雪山谷了，下面坐。你看这个啊！哎，真的，那你回头跑吧。哎，真的，我来跑吧。前面两个许愿树，要不要去许愿？许个愿啊？啊？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的准备，如果许愿真的有用的话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坐摩天轮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买气球的时候听到一个传说，当摩天轮慢慢的升到最高的时候，你会是整个城市离天空最近的那个人。这个时候，上天会告诉你一个秘密。那他怎么告诉我呢？他会直接说到你的心里，让你明白一些事情。上吧。哎，如果是两个人的话，上天就不会说那个秘密了。你好好听着，我在下面等你。Thank you.